右侧按钮可调节频道，一频道为中文，二频道为英语，三频道为韩语，请大家佩戴好耳机。出席本次发布会的有获得女子单打冠军的韩国运动员安喜莹，亚军中国运动员陈雨菲。下面请运动员介绍比赛情况，先请陈雨菲介绍。你先介绍。对。我觉得两个都打得很好吧，特别是在场上都非常非常全力以赴。我觉得虽然第三局可能我这边输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场上的多拍也很多，然后我觉得比赛应该还挺精彩，他表现很好。啊，谢谢。他表现很好。啊，谢谢。下面请安喜莹介绍。정말 신규 선수분에게 연경기를 또 한 번 뛸 수 있게 돼서 너무 감사하고요. 또 이렇게 주말 있어서 너무 행복한 것 같습니다. 好，谢谢。现在进入提问环节，请大家开始提问。提问之前，请先通报一下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的名称，请大家举手。第二排这位男士，你好，我是杭州网的记者，我想问一下雨菲，就是我们说安喜莹曾经从2018年开始对你是七连败，然后但是到现在为止，今年你是对他是负少胜分数多胜少，那么你怎么样看待两人之间这样的变化？你这样的变化对你或者有没有产生一些影响？之前我总是因为他还小。他那个时候可能能力啊什么的都还没有就是成长起来，但现在我觉得随着他能力的提高，我觉得他现在实力越来越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竞技体育就是要有竞争嘛，你赢我赢的，我觉得这才比较有意思。请继续提问。好，请第三排这位男士。你好，我们中心社的记者，我看现在在下面提问，我问一个轻松点的话题。那你还行吧，就是我听说最近那个我姓石在韩国队好像挺火的，能不能知道那个情况，就是实际上那个我姓石那个跟很多韩国女这个女团的队员好像都在跳这个相关的舞蹈。아니요처음듣는이야기인데요 무슨노래인지채널 K 선수한번들려줬으면좋겠네요
啊，这个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两位运动员都非常的疲惫啊，在运动场上也都有受伤。考虑两位运动员的身体以及时间，啊，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简短一点，啊，谢谢大家。